了，别走了，别走了啊！你们搞什么呢？这喜羊羊啊！大叔，您不说这是喜丧吗？祝老爷子上西天享清福。对，我们还能做一些变奏，什么样的乐曲，咱都能奏出哀乐的效果。变什么奏啊？我看你们是想找奏，拿东西走人，土的都掉渣了。我们家老爷子不喜欢听这个，赶拿钱，滚蛋，快！来，停。看看，这才够五专业够味儿的啊！这口红涂的都是黑色的，有诚意啊！这女生多中性啊，够爷们儿。你懂什么？现在流行中性美，和你一样啊，去死！还甭说，这歌唱的还真应景儿。可不，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无声与黑白。闹鬼呢，这是在送咱们滚蛋，走吧。今天天气不错啊，过两天我们回团里看看去，今儿散了。接我和妈妈回家呀，快了。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懂，我知道你跟妈妈吵架了，妈妈生气了，所以带着我不回家了。李大放心，
老爸很快就带你和龙妈回家，好不好？骗人。笛子，哎，你不是一直想学鹧鸪飞吗？老爸给你买了一新笛子，哎，现在就交给你，怎么样？萧雨禾，你到底有没有廉耻心啊？你自己干红白喜事还嫌不够丢人是吗？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有你这么教女儿的吗？啊，你是不是想让她跟你一样在街头卖艺啊？小迪是我女儿，我能害她吗？孩子喜欢有什么不？有什么不好？你看看你现在，你说有什么不好？我不能让她跟你走一样的路。我怎么？我当初你。我现在就是悔不当初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我不可理喻，我不可理喻。哎，你干嘛你？我不可理喻。你，我不可理喻。你。我说你是新来的保姆啊，你没看我正在看电视了吧？后来我告诉我的玉儿，把你给炒掉。玉儿，嘿，哎，你快看，是玉儿，我的玉儿，玉儿，你快看。哟，看谁来了！回头，回头，回头！
干什么呢？啊，干什么呢？看看我这被子。哎，拍电影呢。这摄影机在哪儿啊？拍什么片啊？喜剧之王还是猫捉老鼠 ？Tom and Jerry。拍什么电影？你们把我们给撞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们撞了你们，我们不是有意的。我们对不起啊。哎呦喂！你撞了人还这么大声啊！拜托大叔，是你主动撞的我们，好不好？我有那么老吗？还有啊，你们看看，全破了，怎么办吧？多性感啊！现在不是流行中性美吗？就是。你对着爷们动手动脚的，什么跟什么呀？你会不会说话？实在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赔。你看这都脏了，快点！好，哎，快掏钱，有钱没？有没有？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？呀，快掏一点！哎呀！比我都抠门。我就这一块五毛钱，你要是嫌少，你就还给我。算，那我们自己倒霉啊！千里之外，千里之外，还北国之春呢。亭亭白花悠悠碧空，今天真的很不走运。这么说，团里是彻底没戏了，我们就都回不去了。团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都是因为你腐败无能。你放你的拐弯螺旋屁！话也不能这么说。如今这明月不是连死人都不爱听吗？大势所趋，形势如此，谁都没办法。为团也是尽了力了。对了，团里啊，准备把那老剧场改造成商铺，对外招租。团里职工想租的话，六折优惠。你们有没有兴趣租上一间？做个小生意。那可是黄金旺铺啊，到时候你们弄堆狗屎卖，都有人抢。吹拉弹了一辈子，如今改行做生意，不靠谱。你们都还带着家伙呢。租店铺做生意，不是避良为娼吗？做生意？做什么？我们能做什么？哎，打完六折，租金是多少？
越来越不像个男人了，啊，大白天的玩跟踪啊。儿子，怕你生气，不敢靠近，这样你都知道是我，早闻着味儿了。那一巴掌到现在还疼呢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我那不是一时心急吗？脸在这儿，你打脸，打脸上解解气。我不稀罕，有事说事，没事我走了。哎，我们团有一门面房要出租，团长说了，优先照顾团里职工。我这边找你商量一下，我想把它租下来开一餐馆。开饭馆？啊，开饭馆不要钱呀，租金呢，雇人呢，装修啊，这都是钱。小玉和胡猛他们也有这想法，我们仨商量一下，准备合股经营，把这钱凑齐的。哎，你说我们是开快餐呢，还是开火锅的？你喜欢吃火锅，咱就开火锅店吧。那他们俩怎么想啊？他们听我的，我听你的。掉了。啊？什么掉？尾巴。回家吧，我真的想你们。我就说嘛，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？这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，编着法儿的想哄我们回去是吧？老肖，啊，我们有言在先的，如果你改不掉你那些臭毛病，你不能给我干出点实事儿来，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真要把那商铺租下来。小玉、胡猛他们现在就等着我去建卫团呢。不是我不相信你，可是你哪次说了你能做到啊？你哪次都能把这件事给我坚持下来？你总是虎头蛇尾的，你让我怎么信你？行了，我不想说了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哎，说着说着怎么又急了呢？行了，这回你等着瞧吧，我保证让你刮目相看。行，我拭目以待。哎呀，魏团，哎，不是说好了要优惠给内部员工吗？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你？我也没办法，我现在也下岗了呀，不租了，怎么说不租就不租了呢？坑爹呀，不说打六折吗？怎么打了打掐掉许飘了呢？哎，这不突然冒出一大老板，哎，花巨款要把这个剧院租下来，要开什么夜总会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凭钱呗，凭人家有亲爱的人民币，人家出价最高，出价高就全租给他了，他一个人都包圆了，就不给我们剩点儿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说一千道一万，这是团里把咱们给出卖了，出卖了！哎哎，你们别看我，我早就不当那团长了。完了，黄了，我怎么跟美琴说呀？哎，哎，彻底的结束。集团的老板，妈，有钱就是了不起。他开他的车，也不能让别人都无路可走。不行，我得找他说说。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有钱就了不起啊？有钱就不让大家活了？大家还指着个讨生活呢？凭什么有钱就毁了大家的梦想？就算不给我们舞台，也给我留个商铺吧。为了这个商铺，我们容易吗？求爷爷告奶奶，好不容易才凑齐了钱，这样倒好，什么都没了。
接下来我该怎么办？该怎么活？该怎么办？是啊，我们一点指望都没有了。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走吧。肖哥，哦，肖哥，哎呀，你们这儿，我们公司呢不是废品回收站，垃圾不要到处乱扔。
连他都比我们强。什么世道啊啊！是不是嫌咱们年纪大了？这找工作不是相亲。是你老，我们可不老。嗨，要个子有个子，要长相有长相，要特长有特长。他他他他，你话实啊。花痴，你个花痴！美男子，外号玉面琵琶，玉面琵琶还玉面狐狸呢。站住！你个丫头片子，干嘛的？懂什么？看我几个老男人今天眼都给你看。小姨，干什么呢？别跟小孩子过不去。哎。你以为你是专业最棒的啊？牛什么牛？小哥，那家伙是骡子是马，出来溜溜。哎，溜溜溜溜溜溜溜。猛子，你到底是？哥。走着，走着，走。香哥，哎，嫂子，你接你来了。我们还是
先走了，拜拜，嫂子。嫂子，老婆，你等等我呀，老婆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萧雨禾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那事儿真是卫团骗了我们，我也不想这样。行了，我不想听你解释了。我跟了你十几年，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？那你总不能就这样下去吧？啊！我嫁给你，我不奢求什么，我只希望你活出自己的样儿来。你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了？你现在成什么了？剧团没了，你就跟着剧团一块完了是吗？你的追求呢？你的梦想呢？都哪儿去了？如果我当初知道你是这么不堪，打死我我也不让萧迪跟你学这个。你就这么给女儿做榜样是吗？你把我们娘俩的希望全都给毁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追求呢？你的梦想呢？都哪儿去了？如果我当初知道你是这么不堪，打死我我也不让小迪跟你学这个，学这个。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你干嘛呢？亲爱的，我错了好不好呀？哎，你来，我跟你说，干嘛呢？好啦，我明天陪你一块儿去，好不好呀？哎！喂，什么？啊，别急，我马上到啊。小玉，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爸找不到了。那赶紧的吧，跟头找。行。Thank you.
谢了哥俩。嗨，客气，看好老爷子。麻辣烫，麻辣烫，五毛一串啊，好吃不贵啊。小月，你真打算一直就干这个？不干那干什么去啊？总要想办法活着。麻辣烫，麻辣烫啊，五毛一串啊，好吃不贵啊。对了，小哥，把你的店铺做不成了，你还没找到工作？啊，我今天路过剧团，全都拆了。麻辣烫，麻辣烫啊，五毛一串，好吃不贵啊。你这心里边空落落的。麻辣烫，麻辣烫啊，五毛一串，好吃不贵了啊。哎，小哥，再来两串。吓死我呀！哦 ，My Lady Gaga， 玉面琵琶居然在这儿卖麻辣烫！我怎么就不能卖麻辣烫了？我又不是神仙。啊，手！你的手！你干嘛一惊一乍的？你的仙剑一手应该拨弄的是琴弦，而不是竹签。大叔，你这是在暴殄天物！大叔，我乐意，你有事没事，没事别耽误做生意。麻辣烫，麻辣烫了啊！乔乔，你的护花使者来了，赶紧走吧。我们一会儿有演出。大叔，商量个事儿，乐意教我弹琵琶不？我收费可贵着呢啊！能便宜点儿不？要不去你卖麻辣烫吧。好啊，有没你帮我吆喝，生意肯定火。好，成交。哎，下次别穿成这样啊，不然把我顾客都吓跑了。大叔，拜拜。干什么呢？没事，走吧。干嘛这么情绪低落？没有啊。一老男人有什么好聊的？他不是想泡你吧？你管得着吗？又老又穷，哎，你的品味何时降得这么低了？再说了，停车。说他两句就不高兴了，还没怎么地就护人家。我叫你停车，停车！哎，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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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耶！哎，肖哥，不错嘛！哎呀，这年头了，要学会穷则思变。你看，都在挣钱，什么理想啊、搞艺术啊，都要放在一边。我算是看明白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啊，又回剧团看了看，全都拆了。这心里边真不是死。哎，小哥，我里面还有事要忙，我先进去了啊。忙不忙？哎哎。
爸，我帮你。你谁啊？我帮你倒水。你谁啊？爸，忘记了，我是玉儿啊。啊。爸，是你害死我的玉儿。我要去找玉儿了。爸。玉儿。玉儿。玉儿。我要去找他。爸。玉儿。月儿，我的月儿啊，月儿，月儿，我月儿。爸，爸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又不听话了，玉儿？你跑到哪儿去了？爹想你啊！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你怎么又乱发脾气了？不听话，玉儿可是要生气了。玉儿，你找这个保姆一点子都不好。你别走了，你在家陪我。好，爸，咱回家。我以后我乖乖听你的话。那你以后可不要乱发脾气了。我不发，我不发。大妈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可怜的小玉，自从她姐姐车祸去世后，他爸爸哀伤过度，性情大变不说，还得了老年痴呆症啊，谁也不认识，只记得死去的女儿。傻丫头，别吓我老爸，走，待会儿让你妈看见。来，你这又叫鬼子进村，悄悄的，悄悿的。又拿老爸开玩笑。哎，我让你带的笛子带了吗？那真是怪丫头啊。老爸，我最近学一新词儿。什么词儿啊？窘迫。什么？窘迫。我觉得跟你的境况非常相似。臭丫头，什么好不学，净瞎学。这话别跟你妈说啊。我说不说话不都一样？老爸，你到底要跟妈妈冷战到什么时候啊？哎，老爸教你的新曲子学会了没有？给老爸吹吹。你好。啊，您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没钱。熊熊。
呀？我。熊熊。哎呀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这记忆可没退步啊！找你老哥差远了，当初考曲艺团的时候，他们还不要我呢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所以你发达了呀？发达什么呀？再发达，在别人眼里啊，那也就是个没文化的暴发户。哎，你这回可算是衣锦还乡了吧？哎呀，是啊，衣锦还乡。所以呢，我一回来就把曲艺团排下来了。什么？剧团是你排下来的？嗯。你干嘛一回来就排进我们团的剧场啊？那地段好啊，开个夜总会，生意肯定不错。可团里好多人的生计都指望着他呢。我签合同的时候啊，跟他们添了个附加条件，就是优先聘用团里的员工。给大家呢提供一个就业机会。我熊熊此生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能考上曲艺团，没能登上舞台做一名演奏家。他们不是不要我吗？今天我胡汉三回来了，所以呢，我就把整个团全给他买下来。哟，你这是回来报仇啊？我老肖当年可没得罪你吧？放心，对别人我是报仇。对你肖哥，那是报恩。怎样，到我那儿去当个副总？我哪能成？要是行的话，也不至于混到现在这地步。哎，我这都来半天了，美琴怎么还没回来？啊，回娘家了。不是和他吵架了吧？没有。大叔，你谁呀？大叔，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。是你呀？人不挺漂亮的吗？哼，这样多正经啊！哎，麻辣烫，麻辣烫，婚礼甩卖赔本串，要回来啊！五毛钱两串，一块钱五串。哎。五毛钱两串，你赏我亏死啊！打折促销嘛，哎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哎，好，麻辣烫。哎，停停停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不是说好了吗？我帮你卖麻辣烫，你教我弹琵琶。啊，这事儿啊。你不会反悔了吧？啊，不反悔。那就这么定了哦，以后呀，只要我一有空就来。优秀团队，请上场。全体立正，大家早上好。文化三好 yes。 做人做事的三大原则，认真快接准错，认真快接准错，认真快接准错。企业的口号，精诚团结共创辉煌。企业的作风，反应快行动快事实真切。企业的工作观，一二三四嘿，一二三四嘿，一二三四二三四，嘿嘿嘿嘿。哎呀，完全不认识了。这就是我待了20多年的剧场。对呀，哎，哎呀，以前你们曲艺团，在我心目中可是个艺术殿堂啊。今天我登堂入室了，还成为这里的主人。坐这儿的女主人吗？占我便宜。你呢，就到我这儿当个副总。哟，还有舞台。
还能演出。对呀，哎，你要来的话你就在这儿吹箫，我呢拉我的二胡，哎，他们不爱看还就不行。干嘛整这么艺术？哎呀，往小了说呢，可能是我的艺术情缘未了吧，往大了说呢，也就是想为我们这座工业城市呢带来一些艺术氛围。对呀，你说我们剧团为什么会支撑不下去？还是咱们的整体艺术氛围差。所以啊，就得靠你我慢慢培育改变。哎，过来帮我吧。搞经营管理我真不在行，回头我再给你帮倒忙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先试着给你干一个月，就一个月，要不行我马上撤，你再找别人。行行，就先干一个月试试啊。试试。来来来来来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愉快。干。十块钱五双啊，卖袜子了，再干两双袜子。麻辣烫，又鲜又香的麻辣烫，五毛钱一串啊。又鲜又香的麻辣烫。大叔，趁现在没生意，赶紧再叫我谈谈呗。我都帮你卖了三个月了，你才给我上了三堂课，我亏大了。你还吃了我不少呢，胖了一圈了吧？你讨厌。我管来了，这边一看，赶紧走。我今天让你插翅难逃。我让你跑，我看你往哪儿跑。无照占道经营，妨碍市容交通，没收罚款。放开我，我没钱。放开我，我没钱。城管大叔，你看手下留情，人性执法嘛，哈啊。是你？你？是你？水冲了龙王庙了，你们认识？不，不认识。姓魏的，你换人皮就不认人了。一倒你们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门了。你当团长的时候就让我们没饭吃，现在我自己出来换一口饭吃，你也要赶尽杀绝吗？哎，你这人违法占道经营，你还有理了？你卖的是食品，吃坏了人谁负责呀？你有卫生健康证吗？摊子收走。不行。哎哎，小玉小玉小玉，松手松手。哎，头，哎，算了。哎，小玉，哎，你听我的，小玉，松手，你别拉了。头，停。头，我说这摊车就别收了。对，还是为摊找人情。就把他那个琴收了吧。姓魏的，你好狠呐，你不是把我命收了呢？别激动，跟你开个玩笑。头，这事儿都交给我吧，你先忙去吧，啊，好不好？那成啊，那我先转转。你忙去。我说赵小玉，嗨，你怎么干起这个了？这可不适合你干啊。我哪有你那么命好啊？一找就找到合适自己的岗位，多威风啊！我好像就看了当年团长的风采了。你准备拿我们小民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你平常对我说话牙尖嘴利、尖酸刻薄，今儿你落到我手里了，我就放你一马，下不为例，不许再出摊了啊！这可不是你玉面琵琶该干的。那我该干什么呀？你倒给我指条生路啊！要不我当街弹琵琶卖唱？哎，我看这主意不错。我看这主意也好啊，到时候我还来抄你们。
啊、哦，卫团，卫团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卫团，以后你就多关照关照呗。总算我们上面也是有人了。来来来，吃几串麻辣烫。来，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哎，我要吃了你们的麻辣烫呀、啊，以后你们再出摊，哎，我就不好意思罚你们了。你们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啊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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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幸亏遇见了卫团，切，遇见他才没好事呢。我赵玉怎么混得这么惨？哎呀，你的手都烫成凤爪了，这还能弹琴吗？不能弹才好呢，弹也没人听。我听呢，你还得教我呢。有酱油吗？你喝。这能管用？当然，我奶奶的秘方。别动。你说，你对得起上天赐给你的这双艺术的手吗？其实你挺温柔的。以后别再抹那乱七八糟的口红眼影了。素颜挺好的，挺漂亮的姑娘。才发现。我觉得你可以参加选秀比赛，说不定啊，你把儿红。我就觉得自己太没特色了。哎，你说我要是弹的琵琶唱 hip hop，come on you you yeah yeah， 是不是特有个性？你还真能想。想想不行啊，心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大。哎，我这辈子啊，就是没生成个女的。我是个女的，瞧我这身子，我这气质。我这才艺，到哪不迷倒众生？哪还有你的舞台？切！你要是个女的，也就是一半老徐娘。那也风韵犹存。不过你年轻的时候肯定特别帅，很多女孩喜欢你吧？那是当然。不过你也挺爷们儿的。家里事儿我都知道了，说实在话，真的挺佩服你的。你调查我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绿箭听邻居说的。谅你也不敢。明天继续上课，不准迟到啊。Yes, sir. 先生，来往前走一点。哎呀，我睡没睡我自己去了，你算干嘛呢？让一边去。先生，请往前走一点。你谁呀、啊、你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我爱他呢，先生，你管得着我吗？你小服务员，我告诉你，就你这小饭店，老子零花钱都要开好几十个。哎呀，先生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实在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老管我干嘛？你一边的叫你老板过来。哎呀，这是红酒。
美琴，你说说你，就因为这么一张海报，你至于吗？我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美琴，怎么？我最近想了很多，我什么也别说了，先养着吧。明天我让笛子来看你。啊，来，老师交给你。吉他呢是六弦，琵琶呢是四弦。吉他呢是像握拳棒一样去拨，但是呢琵琶呢恰恰相反。来，老师示范给你看。还真不容易，难怪琵琶号称弹拨乐器之王呢。不过呢，你有弹吉他的基础，只要习惯了，进一步肯定神速。你试试。临时出高徒嘛，来，手轻轻拨出，来。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《东风破》？你这样用琵琶配唱这首《东风破》？当然，这年头没点新创意还怎么生存呢？再说了，你给介绍的，我怎么会给你丢脸吧？这歌里本来就有琵琶嘛。可是我总觉得有点不伦不类的。大叔，你该换换脑子了。我呀，不但要配流行音乐，我还要站着弹呢。我可不会，教不了你。我们一起琢磨呗，来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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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，我还是卖完了麻辣烫。不是的，你要这样子多炫呐！想你噼啪噼啪。你当时是吉他呢。要。天涯难入喉，你走之后就暖回忆思念手，谁想东流时间怎么偷，花就一次成熟我却错过。熊熊啊，有心事儿啊。小哥，你还收我呢，你不也一样？怎么，在我这干的不开心？哪有的事儿？
我最近吧，常常做一个梦，就是老梦见自己在舞台上排练、演出。可是当我醒了的时候呢，一看，自己都老了，根本就没有资格再去寻找什么梦想。笑话啊，当笑话听。我理解，我理解。你不会明白的。哎呀，你还真有本事。是什么呀？是他非要缠着跟我学琵琶的，也就是一徒弟，无非性别是女的而已。还是你行，这么快就收了徒弟，这手艺可没慌了。他能干什么呀？也就是闹着玩，随便叫叫罢了。再说了，我们这也能算手艺。饭都混不上了。小月，我有一想法，想把咱们乐队啊重新成立起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小哥，重新成立乐队，基于红白喜事，我看还是算了，我还不如好好卖我的麻辣烫。先说啊，你要成立乐队，我举双手赞成。你懂什么呀？师傅，萧叔这是在拿音乐拯救你我的爱人，你才不明白萧叔的一番苦心呢。哎，到时候我也参加，行吗，萧叔？我们都是几个大老爷们儿，你一个女孩，不太协调。那有什么呀？你们可别忘了，原来我也是搞音乐的。再说了，我可是玉面琵琶的高徒。行，到时候再说。老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啊？嗨，不开心就甭干了，有什么呀？你们瞧我，夜总会老总的干，说辞就辞了。不可惜，因为我有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去做。我想把咱们民乐队啊，再重新弄起来。你们想不想入伙？组乐队干什么呀？给自己姐妹逗乐子。重组乐队，不为别的，就为能重回舞台，重新活出个人样。你来干什么呀？赵小月，你那麻辣摊子还是我替你叫出来的，你怎么就翻脸不认人呢你？这个地方又不是摆地摊的地方，你来这干嘛？就是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别烦我们排练啊。行了，你们俩少说两句，是我叫他来的，都是老朋友了，他也不容易，他和咱们一样，舍不得放下手里的家伙事儿。组团缺个人，正好。听说你们重新组团参加比赛啊，我把那工作都给辞了。那工作再好，也不是我想干的。金蛇团舞，来，走着。这都谁呀？你最烦的老男人。跳跳，最近忙什么呢？店里微博找你，你怎么都不给我回个信呢？改造了，哦，没什么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
条，我想，我可能是爱上你了。开什么玩笑！你不会是看上那帮老男人了吧？喜欢上那老男人了吧？管得着！你站住！臭丫头，你会后悔的。拉的太不习惯了，啊！不行！哎，起来吧，就得站着拉，这样站着拉才有精气神儿。小玉说的太对了，我们啊就得打破传统，创出新意。嗯，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？你是吹奏的，你坐着站着都一样。我呢，不行，受不了。人家十二个女子乐坊都能站住，我们肯定能。我这坐着拉了30年了，我改不了。哎，孟子，我记得你笛子也能吹两口吧？咱俩换，你吹我拉。那就试试。我看成。哎，我们团谁不是多才多艺、一专多能啊？起来练。哎，这还真是个问题。有了，有个绳。拿绳子给你系上。哎呀，你帮着还是小玉啊？这谁的裤腰带？来，你甭说，这还真是个方法。好嘞，这就是谁的裤腰带。哎，这有感觉啊！哎，来，准备走这儿，扭两下试试。这还真有点不适。来，把胯挺着，看我，扭两下，再来一下，来试。哎呀，慢点，不是老腰，我可没你那好身材。哎，这有什么呀？小菜一碟嘛。去，赶紧的，来，走这儿。什么叫与时俱进吗？市场谁不知道？门口卖鸡蛋就是场。好好看这些光盘。爵士。摇滚。师傅。有情况啊！师傅，一会儿上哪儿呀？我还有事，你找猛他们去玩吧。嗯，都说拜拜，都说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这玉米皮吧，魅力不小啊，跟我年轻时候一样啊。Thank you.
大师，赶路呢，还是约会呢？都老大不小了，就凭你这张老脸，还想追小姑娘，让你想了。你跳得远点儿。你们都是曲艺团的，如假包换。我觉得吧，作为一个民间乐团，或者是一个演唱组合，你们四个人是有点少了，这个感觉呢不够丰富，气势也不够大。哎，那你的意思是准备把大部队调过来？不是，你们就不想再添几个人？想啊，团里好多人想加入呢。咱这不是资金紧张吗？就是，不是你们，就找团里的，外面不考虑考虑。哎，行啊，只要水平够。啊，你有合适人选？有。谁呀？哎呦喂，我们这是穷疯了，还想脱贫致富呢？你大老板跟我们玩什么呀？就是。玩艺术，玩票。穷？你以为我不穷啊？我其实比你们穷多了。哎，我跟你这么说吧，我穷的就剩钱了。当然，说这些话的话，肯定你们认为我很装。不过从心里头啊，我真的挺佩服你们。我觉得你们内心比我强大，比我富。就说肖哥吧，哎，人家为了理想和追求，在我那儿说不干就不干了。不是，人家能放下眼前的浮华，追求自己想要的更有意义的东西，能自己做自己的主人。而我呢，啊，我只是某些东西的奴隶。你们说我比你们是不是更穷？其实我觉得呀。需要改变，需要圆梦，对，我需要 musical。 嗯，哟，赛马吗？
当初我们团里没要你啊，真是瞎了眼啊。去，怎么样，够资格加入吧？哎呀，太有资格了。当初啊，我们没让你加入，真是看走眼。我们现在正式邀请你加入，欢迎欢迎，热烈不让我加入，我就不给你们赞助。你要是不给我们赞助，我们就不让你加入。成交，来一圈吧，来吧，小哥，给我让来，来来来，来了，男人们，什么？来，动起来，嗨起来，哪个起？沙漠爱情，好嘞，热情的沙漠，开始。爱情，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怎么着，老男人也来参加比赛？怎么了，小男人不服啊？老男人比你男人。你现在可幸福了，五个老男人伺候你一个。说什么呢？孩子，你会说人话吗？是不想五个老男人伺候你一个呀？小子，你信不信？用不着五个。我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你弄趴下。我从来不跟人动手的，我是来参加比赛的。祝你们好运，赛场上见。你这梗真酷。走。好，感谢一二三乐队的精彩演出。观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参与的是铜陵江南风韵杯第二届乐队比赛。今天的比赛可谓是竞争激烈，非比寻常啊。下面让我们请出另一支参赛乐队，他们是老男人乐队，他们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变态演唱。Oh sorry， 不好意思啊，是变奏演唱。从头再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。昨天所有的风雨已变成遥远的回忆，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，今夜终又走入风雨。我不能随波浮沉，为了我挚爱的情人，再苦再难也要坚强，只为那些期待人生。若在梦就在，天地之间还有尘埃，看成败，人生豪迈，只不过是从头再来。辛辛苦苦一度过
林大人爸爸，你爸哪有那么帅啊？谁说的？他就是我爸爸。我不能随波浮沉，为了我挚爱的亲人，再苦再难也要。